很多人以为来到士根庄呢就只能吃草鱼和螃蟹粥，告诉你，你还有其他选择的。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外家料理，它有什么绝活，进去看看吧。叮，这下都是外家料理特别为我准备的美食。首先要介绍的第一道，你看颜色非常鲜艳的，这就是火龙果黑锅沙拉。这个呢就是老板特制的潮州酱炒魔鬼鱼，听起来好下饭哦。接下来这一个呢是黑锅寿司，老板说这一道呢必须要用新鲜的活黑锅才能做成的，肯定新鲜。最后这一道你看多么赏心悦目的颜色，这就是芒果黑锅寿司卷。当然呢有美食必须要饮料的，这个呢就是沙雷西梅水，不过你多说我要开动咯。叮叮叮，姜包，本地出产的魔鬼鱼，老板选它没有其他理由，就是因为够新鲜。真的非常美味，没有其他原因，因为老板呢善用本地出产的海产，像魔鬼鱼，像黑锅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老板啊，贪新鲜哦。